那么我们现在呢，介绍这个回归方程式呢，是一口气把 P 个自变数通通放进来，就是它是最 general 的一种 form， 最普遍的一种形态，就是你有 P 个，这个 P 也可以等于任何一个，啊 ，P 你可以100，你就100个自变数 ，P 如果等于一的话，你就只有一个自变数。你的 y 如果等于只有一个自变数的话呢，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了，啊 ，epsilon。这种只有一个自变数的回归啊，就叫做简单回归。啊 ，p 等于一叫简单回归，只有一个自变数，非常简单。啊，那么。你要去处理呢这个回归的话呢，你必须要了解贝塔零跟贝塔一到底怎么找出来啊，以及这个 epsilon 是什么东西，我们先忽略不计，先不要谈这 epsilon 是下一节的事。现在首先呢，你想要找简单回归的方程式出来的话，你首先必须要告诉人家你怎么找贝塔零跟贝塔一出来，是吧？ OK， 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个是你的 x， 这是你的 y， OK， 你现在要找回归的话呢，你怎么知道 x 跟 y 是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，可是呢，你可以从你所找的若干个点，你把它标出来。这个标出来啊，就是一个 scatter diagram。Scatter， 大家 scatter 知道吧？散布，散落在各处，散布图。你把你的 x 跟 y 放在你的点，每一个点呢都有它的 x 跟 y 的两个坐标，那你把它标在这个 x y 的这个坐标系统上头。假设它呈现出这样的形态的话，那你约略发觉这些点啊，好像透露出 x 跟 y 具备的某一种关系。那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什么关系？你觉得 x 跟 y 有什么关系？ x 跟 y 好像有这么一种关系啊，看到没有？好像有这么一种线性关系。OK， 所以呢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线性关系是不是真的100%是这样的关系，但是我是不是至少我可以透过这些点当中去找出一条这样的线，而让这条线来当作回归的估测线。回归线的估测线，注意哦，这条线不是真正的这条线，注意，真正的这条线是这条，这是真正的回归线，不谈这个 epsilon， 这个才是真正的回归线。可是你现在透过这几个点，你看几个点，11个点，这11个点所决定出来的这条线，怎么可以称作是 y 跟 x 之间真正的那条关系线呢？充其量只能当作是 y 跟 x 之间的一时的，在某一种情境之下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关系，所以它不能够是代表真正的回归线，它只能够叫做什么线？回归的什么线？估测线。这条回归的估测线呢，当然要给它一个另起一个称号，另起一个名号，让它戴个帽子。统计学上头，我们上面有戴帽子的东西叫估测量的概念，上一期我们已经提过了。所以 y hat 戴帽子 ，y hat 是当然是 y 的估测量 ，y 的估测量，然后应该跟 x 间形成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不再叫 b 零跟不再叫贝塔零贝塔 one 了，把它叫 b 零跟 b one， 因为。真正那个贝塔零、贝塔一，谁知道啊？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啊？你说物价跟这么多的变数有那么多的关系，我怎么知道贝塔零、贝塔一真正的值应该等于多少？只有上帝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那
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找它的估测量。所以 V 零是贝塔零的估测量 ，V 1贝塔1的估测量。现在你说这11个点决定了这条线出来，是吧？假设呢，我另外去取同样的这个问题上头，我另外取若干个点出来，然后通过这些点也找出一条这样的一条关系线出来，这条关系线也是代表 y 跟 x 之间的关系啊。我如果喜欢的话，我还可以再找另外一条啊，我一样是取另外一个点出来，我取出这样一条线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怎么取？你重复若干次，你的每一次的回归线不见得会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就如同我们上一期所讲的，你去取样本，你从中山大学的这个全体学生当中去取样本出来，假设你取100个学生，你每天取100个，这100个每一次取的100个，100个会一样吗？你告诉我会不会一样？会不会一样？会一样吗？不可能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样的，你现在从同样的母体当中去取 y 跟 x 之间的11个点若干个点出来，然后每一次取样你都画一条线出来，这个线是会变，跟什么变？跟什么在变？快点啦、啊！跟着谁而变？取的样本而变，没错，跟着样本在变。你每一次取的样本不一样，你的线就不一样，你的平均值就不一样。所以你的样本平均值一定都是一个变数，跟着样本在变的。所以你的回归估测线，记住啊，回归估测线是这条，它是回归的估测线，不是真正的回归线。真正回归线它是理论上存在的，它的贝塔零跟贝塔一到底等于什么东西，没人知道。我们只能说好有一个东西存在，但是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你怎样啊，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样本上头所拥有的这些点所算出来的 B 零跟 B 1的值。所以这条线只能当作回归线的估测线，它不叫回归线，它是回归线的估测线，啊，这个观念先把它弄清楚，啊，那贝塔零跟贝塔1，我们既然不知道，永远只能够估测它，只能做假设啊，只能做检定啊，或只能找它的信赖区间啊，没办法，因为母体的东西始终都是没人真正知道它等于多少，所以始终只能够从样本当中去找它的估测量出来，本来就是这样子。那你样本长什么样子，你的平均数当然就长什么样子，你样本平均数是什么样子，你的回归估测线当然就跟着长什么样子，都在变的。啊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没有问题的话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告诉各位怎么去找出这一条回归线的估测线。这个我们要学，要会算。虽然说电脑一下子帮你跑出来了，但是统计学，如果你什么都让电脑跑的话，你根本无从做分析啊，啊，等于说你根本不知道背后的理论，你只知道按钮，那按钮按出来的结果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，所以我们除了要学软体之外，还得要学呢它背后的理论，这才是重点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。假设我这边有10个点，这10个点呢，这10个点我要穿越它，找一条估测量，一条估测线，回归的估测线，啊，这条回归估测线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条线上跟这个点啊，它有一个误差。这难免有个误差，
这个误差啊，我们把它叫做 EI 好了。OK， 啊，那这个 EI 啊，事实上是点，这个观察点，也就是样本点，第 I 个样本点，我们把它叫 XIYI。那么同样的这个点对应上去的估测线上头的这个点啊，跟它拥有同样的 X 坐标，可是它的 Y 坐标不一样了，它必须要叫 YI hat， 它就不再是 YI 了，是吧？所以 YI 啊，是观察的 Y 的值跟估测线上面的 Y 的值这两个之间的这个落差，这个误差了，我们叫 error i， 第一个 error， 对不对？我要通过这十个点去找一条线，一条估测线，这好多种走法，你知道吗？谁说只有这种走法？我是不是好多种？随便一画都是一种，你怎么知道走哪一种？我要走的这一种应该是具备有优化意义的，也就是它必须要是最好的、最适当的。这最适当是怎么讲呢？最适当的这条线应该是使得线上的点、线上的 y 跟这些观察点之间的误差平方。然后呢，你有多少个 EI 啊？你有 n 个 EI， 你是不是 n 个 EI？ 所有的这 EI 把它相加起来，你希望这个所有的 EI， 这个总的这个 error， 希望它越小越好，啊，对不对？你希望那个 minimize， 甚至 minimize，MIN minimize 也是最小化，啊，我希望这个总的误差量越小越好，我要让它最小。那也就是说，我要对这个量最小，可是这个量是这个量，对吧？那么这个量要最小，这个量是B 0跟 B 1这两个未知数所构成的一个二元啊二次方程式，这个函数是 B 0跟 B 1所构成的量啊，你要去把它最小化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的 X 跟 Y 都是已知哦。为什么 X 跟 Y 是已知啊？ X 跟 Y 是谁啊？XY 为什么是已知？是你去抽出来的样本点，当然你抽出来你当然知道啊，你当然抽出了 N 个点，每一个点的坐标是多少你当然知道，所以 X 跟 Y 是已知啊，反而未知的是你要去找 B0 跟 B1， 使得整个这个量啊，整个这个量啊最小，越小越好。所以你从现在开始，你把这量视同为是一个 B0 跟 B1 作为两个变数所构成的一个二元二次的方程，你想要把它最小化，微积分就拿出来用啊，对吧？你想最小化，最小化你必须要对它取什么？最小化你就取它的微分，是吧？对，微积分还是有用的啊，是吧？啊，你要取 B 0 B 1，你把它对它对 B 零取微分，令它为零，对 B 万取微分，令它为零，是吧？对 B 零取微分，同学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对 B 零取微分得到什么结果？对 B 零取微分。它是平方，你先把2拿出来，
二拿出来，然后再对 b 零再取微分，它变成什么？负一，所以变成负二，然后里头呢，剩下什么东西？里头还剩下有一项这个东西。I 乘一到 n， 这是一次微分的结果。之所以有个负，负的是因为你取对二取微分，二提出来，二提出来里头应该是乘上这个东西，可是在对 b 零再取微分，还有个负一提出来，变成这个东西，然后令它为零，这个要等于零。然后对 b 1取微分，对 b 1取微分一样，你先必须要处理二，二再提出来。那里头剩下 b， 剩下 yi 减 b 零减 b 1 xi， 然后你再对这一次里头的东西，再对 b 1取微分，会得到一个负的 xi， 负的 xi 不要管它，负的再把它提出来到外头去，这边只有一个 xi， 然后这个等于零，这个是微积分，你得到两个。一元一次的方程，你得到这个东西，对吧？这当然是二元一次的，不是一元一次的。那就负二乘这个东西等于零，负二乘东西等于零。事实上，负二不管了，你要解它的话，负二不起作用，变成这样。你得到这两个联立方程，这两个联立方程再下去解，这个我们把它整理一下，啊，来看啊。因为我要解的是 b 0跟 b 1，我的对象是 b 0跟 b 1，所以我希望把它写在左手边。这边是 summation b 0，然后这是负号，我把它移到左手边来。事实上又变成右手边，就是 n 个 b 0，这边也是一样 ，summation 进来，加上 b 1，乘上 summation xi，i 乘一到 n， 这个会等于什么东西呢？因为你 b 零 b 1拿到外头来的话，拿到这边来的话，就变成正的了，负的变成正的。另外一边只剩下什么？剩下 summation y。我就整理成这样的东西，注意哦，这个啊，乘上 b 1，n 乘上 b 零，加上。这个刮弧的东西乘上 b 1等于 summation y， 然后再来另外一边就要做处理。这边一望 xi 乘进去，乘到每一项里头去。首先先处理 b 0这一项，负的把它移出来变成正的，可是这一正了，变成是 sum xi i 乘上 b 0，因为你这边有个 b 零乘上 xi， 乘进去，啊，负的移到这边来，变成这个，啊 ，b 零又可以把它提出来，变成这样的。然后这边有个 b 1是 xi 乘以 xi 平方，所以 sum xi 的平方 i 乘上 b 1移到这边来，那边剩下什么？xi 乘 yi，i 乘一的，变这两项。所以我们要的是 b 0跟 b 1，其他的通通都是常数。写到这边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这两个联立方程啊，就可以开始用消去法。这一项乘以，这一项乘以。summation xi， 这一条方程是不是这一项？上面这条方程是乘上 summation xi， 下面这条乘以 n， 这一乘以后的结果呢？这边变成 n 这个项，这边变成 n 这个项 ，b 零这项是不是就可以消掉了？对不对？啊？哪一个减哪一个，我们就想一想啊，下方的第二条去减上面的这一条。好，下方的这一条是 n 倍的 sum xi 平方乘上
1， 我把它提出来，去减掉上面的这个东西，上面是 sum xi 的平方，变成这样，然后等于这边乘以它，这边减掉它，这边是 n 倍的 xi yi 减掉 sum x 乘上 sum y， 然后这项等于零，所以第二个是乘上 n 减掉第一个是乘上 summation xi， 好。 这是第一个式，第二个式乘上 n 减掉第一个式乘上 sum xi， 所画出来的结果变成这样子，变成这样以后呢 ，v1 就呼之欲出了 ，v1 变成是 n sum xi 平方减掉。 sum这个东西的平方，分之 n 倍的 sum xi yi 减掉 sum xi 乘上 sum yi， 漂不漂亮？你觉得杂乱无章吗？还是你觉得它有它的规律性？这是很简单的数学，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啊，有一点杂乱。可是你把它整理到最后，你发觉 v1 啊，它的分母跟分子之间呢有关系。 你看它分母是 xi 乘以 xi， 自己乘以自己，然后另外一项是 sum x 刮弧的平方。现在呢，分子啊，就是把其中的一个 x 换成 y， 你看到没？这边有两个 x 相乘，你把一个 x 换成 y， 然后这边呢本来是两个 sum x 相乘，把其中的一个 sum x 换成 sum y， 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式子很好记，懂吗？ 那你要记得，还不要记这个，你记这个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看啊，这个 sum xi 是不是 n x bar， sum y 是不是 n y bar， 所以这边是不是 n x bar 平方？哎 ，x bar 不是 n 分之 sum x 吗？所以 sum x 不就是 n 乘 x bar 吗？sum y 也是一样啊，这边也做这样的处理啊。 做这样处理后，你发觉这边有 n， 两个 n 相乘，前面有个 n， 这边也是个 n， 这边有两个 n 平方，一个 n 平方，所以啊，上下分子跟分母啊都各含有一个 n， 把 n 拿掉就可以消掉，所以最后分子剩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才是你要记的，分子是 xi yi sum 减掉 n 拿出去外面以后，剩下 n x bar y bar。 分母是 xi 平方 i 减掉 n x bar 的平方，这才是各位同学要记的，这个式子记起来。那它有它的规律性，你记得分子呢？你记得分母就很快记得分子了。事实上。
我要同学要了解的是，其实在计算上头啊，像以前我们在谈变异数的时候，每一次算变异数是 xi 减加 x bar 刮弧平方再 summation， 这个式子啊，事实上是等于啊，每一个 xi 平方以后，然后把它 sum up 起来，扣掉一个 nx bar 平方。你看 nx bar x bar 你很快可以算出来，把它平方乘以 n， 从这个每一个平方以后相加以后的东西扣掉，就是那个变异数。哪一个计算比较快？用这个去计算比较快，用这个计算比较快。这比较快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比较快？你自己想想，用直觉，你就可以感觉，你如果用这个式子的话，每一个 xi， 首先你必须要先算出 x bar 出来 ，x bar 先算一次，这个也是要先算一次 x bar， 对不对？一次，再来每一次要把 xi 去扣掉 x bar， 是不是又算一次，又平方？然后再相加，可是当你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，x bar 算出来以后，紧接下来你只要每一个 xi 自己平方相加就可以，不需要去扣掉 x bar 再平方，懂这意思吗？在计算上头，你不相信，下回你去计算的时候，你每一次都这样算，跟你现在用这个式子算，哪一个式子快？这是快多了。所以事实上，这个东西是等于这个东西的。那现在懂了以后，你可以发觉，哎，这边的父母不就是那个吗？对不对？是。这边为什么等于你的？是不是？那等等，他怎么等于你？我怎么跑出一个零出来？对，不应该有个零啊，不应该有零的，这样才对。这样才对，把它移过去变成这样子以后，然后 V1 变成是这个分之这个，对啊，这样才对，没有零啊，对啊，我怎么会写零呢？怎么只有陈彦轩一个人发现而已呢？所以我这样就得到了 V1 等于它，然后你发觉啊，这个式子又在等于什么？这个式子如果愿意的话，你也可以改写成这个样，这个式子这样来记，哎，分母不就是这个吗？父母不就是这个吗？看到没？父母就是这个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叫什么？父母是 s x 的平方，是 x， 全部都是牵涉到 x 的样本变异数。那上面是什么？上面是什么？有 x 的你就写，也有一个 y 的。你也把它写了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这个我们可以称之它叫 SXY。有一些课本啊，干脆不要用平方了啦，就 SXX。X 跟 X 不就是平方的概念吗？那上面是把一个 X 取代成为 Y， 就不再写平方了。所以哪一个式子比较好记？这个式子很有对称性，很漂亮。这个式子在计算上很方便。记哪一个？我跟你讲，你就直接记这个好了啦。啊，生活已经够不太容易了，不需要再找自己太多麻烦，你就记这个就好了。然后你要记得，这个事实上跟这个一样，写成这个式子很漂亮，啊，很正面，很堂皇。你看一下我们课本在605页那边，14-6那个式子就是，哦，很漂亮的那个式子，很对称的写法。他没有再告诉你一个比较计算简便的方法，我这边告诉你一个计算简便的方法，我也推给你看了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计算简便，然后我鼓励你们记起来的式子。课本是写这个式子。我写这个式子，两个式子都一样。以上所用的这个方法叫 least square error， least square error 叫 LSE，
these squares. Now, 我把它写多一个 error， 课本就把它叫 least square 就好了。啊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 least square， 什么东西的 square，error 的 square， 所以 LSE， 课本叫 least square， 也就是说最小的平方和，是什么东西的平方和？误差的平方和，最小的误差的平方和，最小指的是就是说你的最小化，你刚刚为了取得那最小值，所以你所采取的最小化的做法就是 least。那 square 就是因为你每个东西都跟平方啊，都是平方啊，你是误差的平方啊，你看你是来自于这个 EI 平方，看到没？ error 的平方再相加总最小化，所以 error 的平方相加总以后的最小化 least square error， 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所以才有呢叫做605页最上面的14至5那一个方块里头所写的 least squares， least square criteria， 用最小平方的这种方式，平方和误差的平方和最小化所算出来的这样的一种 V0 跟 V1 啊，是用这样的理念所得到的 B0 跟 B1 的值，就如同14至6跟14至7这两个事实所告诉我们的。先前我们到目前为止这边讲的就是 V1 应该怎么做啊， V1 怎么做，那么 V1 你会算了，你得到 B1 你把它带，你可以很快会得到 B0。 我跟你讲 B0 跟 B1具备这样的关系，你像刚刚是联立方程式，用一跟二这两个联立方程式，你算出 b 1，你也很快得到 b 0，b 0是什么 ？y bar 减掉 b 1乘以 x bar。b 1是关键 ，b 1会算，把 b 1拿到以后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，你就可以得到 b 0。所以 B0 跟 B1 都会了，对不对？事实上从这个事实我们发觉，原来 Y bar 是等于 B0 加上 B1 乘以 X bar， 对不对？啊，原来 Y bar 等于 B0 加 B1 乘以 X bar， 这是没有错的。这个说了什么呢？这个说明 X bar 跟 Y bar 这个点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同学们，看一下这个式子，这个式子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式子说什么？说 x bar y bar 这个点怎么样？这个点怎么样？这个点落在x bar y bar 这个点，是不是落在这个回归估测线上面，是还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概念？所以你把它坐标带进去，那等号是成立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刚刚找了这 n 个点，你画了一条通过这些点的一条线，这个线是一条什么线？是个 LSE 线，是 least square error 的一条方法所得到的这条线，对不对？这条线一定是什么线？它跟周围的这些点的误差的平方。为什么要平方？
为什么平方在相加 ？error 为什么要平方在相加？不平方不行吗？不平方会发生什么事 ？error 有正有负啊，会互相抵消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相平方以后再加相加，对不对？这是代表一种总的误差量，代表这条线啊是一条什么线？是一条跟观察点这 n 个观察点之间的 y 轴上头的那个误差量的总和是最小的一条线。这条线当然是可以称为是最适合的一条线，啊，最能够代表这些点，最能够穿越这些点的一条线，也就是说 y 跟 x 之间它的相关性，最能够以这条线来代表它的。这条线是怎么来的？原来是我们刚刚这样说推出来的，你算出 b1 出来，你又可以算出 b0 出来，那么得到这样两个。啊，一个是 y 截距，一个是啊 ，b1 叫什么 ？y 截距，然后 b1 叫什么？斜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决定了这条线以后，然后这条线得到了，赫然发现，如果你把所有的 x 坐标得到 x 坐标的平均值，把 y 坐标所有这一点的 y 坐标算出它的平均值 ，x 坐标算的平均值，这个 x 坐标跟 y 坐标的这个点，它会坐落在这条线上，那就是这个式子。这式子的意义就是这样的意义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算 b 0用这个式子算。你可以算 b1 用刚那个式子算，所以你就可以算回归了。啊，给你一群点，你现在找一个回归线，如果是只有一个自变数的情况下，所谓的简单回归，你可以用这个式子算。感不感兴趣？不感兴趣，学这干嘛？对不对？睡着的同学一定这样想，这被冲上，对不对？干嘛学这个？为什么学这个？啊？为什么要学这个？考试要用吗？只为了考试吗？学这干嘛？整个14章所学的东西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我告诉你，回归所牵涉到的议题，14章通通帮你解决掉，通通告诉你，回归牵涉到这么多的问题。然后你用这些概念，用这些理论，你可以 apply 到15章的多重回归上头，以及用到16章，你如何去建立一个回归线，回归方程式起来。所有这些概念都在14章这里头，要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学回归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学回归？回归太有用了，回归你在几乎各个科学领域里头，各个学科领域里头都有回归，还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下课，休息。